大概要在已经是3月1号的10点了。早上呢，工作还运动完了，妈妈也先回台北了。瑞中去送她去高铁，然后去上班，然后瑞美去做全身的身体健康检查。剩我跟阿远，又是我们在家。我们刚才讨论说，我们家阿奴不知道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上，变猫干了。有人问说，你昨天为什么那个 vlog 那么短？因为呢，昨天下午有一大段时间我整个睡着，所以就停止记录。然后我忘记拿 GoPro 起来录。昨天我睡着了，那阿远在帮他妈妈试礼服了，因为他也要忙着帮妈妈试礼服，没可能有，就没时间。我觉得我是还不习惯，就是要拿 GoPro。他没有就是记录生活习惯，他也在还在熟悉，没关系，我们下次就一起努力吧。中间一大段就是消失，但没关系，这也是记录生活。我觉得都好啦，对所啊，以以后会尽量拍满10分钟给你们的。准备要回台中了。我们的阿伟最会收拾行李，每次都是他在收拾行李。OK，悲惨命运。他是很会整理的人，所以说我们给他100份，100份，什么鬼啊？干什么包啃呢？他说我常常会有坏掉的时候，好惊悚！所以我们就这个，哎、欸。宝宝。不要这样把那床弄坏了。哎，不要乱讲话，好好说啊。冲啦，我们要回台北喽，再见。哎呦，你转来，我们要回台北喽，再见。拜拜，包包很圆。吃饭饭，吃饭饭，吃饭饭，吃饭饭。好兄弟，让我们来吃这个。鼎源全鸭坊，这是我第一次来吃，还有米其林呢，假酱货，米其林的，拜托。哎呦，300啦哈，没吃过呢。一定是要这种北平烤鸭吧。明炉伙伴，火焰樱桃鸭每日限量供应，全只1380。变了凤梨苹果汁，超好喝的。我刚才本来想只这样点一杯给他，我好想说点一壶大家一起喝。然后瑞美说她刚才真的有看到他拿了很多凤梨下去。真的、哦，难怪它上面全部都是凤梨，这边都是凤梨。哎、欸，真的好喝哎，而且是用那种泡泡绵绵的感觉。嗯，可以点可以点。那还有冰沙奶。那你吃鸭可以解腻。不错，一壶好像200多。凉拌海蜇头，蕨菜白叶，它是不是蔬菜？干锅花椰超香的耶！优秀。干锅花椰很好吃耶。那地下花椰，不它也是什么？你看那个七月市那种羊肉串那种。孜然。对啊，孜然就是一个不错味。啊。没有，我觉得它是有那种花椒、很香椒麻、椒麻。好吃，好吃。嗯，好吃，好吃。超级滑的滑蛋哈，比刘德华还滑了哈。哇，这个虾很大。脆皮乳酥。他说要沾着白砂糖跟乳汁一起吃。OK。哇。再沾白砂糖。爽吗？哎、欸，你要吃的太厉害了！太厉害了！这太厉害了！认真有这么猛？认真，很脆啊！它那个皮，哦，好吃哦！等下我弄开给你吃。嗯，而且它一定要加砂糖。嗯，很好吃啊，好像那个猪香味烤得很透彻。就是它，嗯，皮很脆。
要坐这边。我们的片鸭来喽！是不是 ？Oh my god！全客光了，点的刚刚好，我们是很棒的客人，真的，吃的很干净。其他人都收走，除了没吃西瓜，不行，润美都不爱吃水果，润美吃水果，真的很甜，快点，不要眼神放空，快点吃水果啊，吃皮就好，肉不用吃，真的很好吃，台湾真是宝岛哎。连这个天气都有西瓜，希望不要战争，爱与和平。你要在我镜头上面写字啊！这次来台中住了6天5夜，他们都不觉得那么久，对啊，他们跟我们在一起就觉得很开心。大姐上礼拜出来的、4、5、6、3、6，寄生在你们家一个礼拜，苏五啊！期待下次相见。马桶超脏，我今天有刮过。瑞美今天。他怎么大说？今天刷过，这样要把我们扫走是不是？因为你们都一直上我的马桶，狂上，强奸的马桶。他还刷厕所地板，超猛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期待下次见喽。期待下次哦。下次挑战2个礼拜，然后再1个月，然后再半年。受不了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抵达台北。现在是7:54，好快哦！好快哦！今天回来很顺，就是一下车，然后去等公车，公车真的蛮满，而且刚好没有遇到下班堵车的时间，所以回来好像20分钟，好快哦！赶快回去看一下我们的阿奴，弄吧吧，是否变毛干？阿奴。Hello， 我们回来了。你们想我们啊？那些爸爸妈妈，那些你要 always。哇，你没有变猫干呢？他那么独立，独立小孩耶。看一下我们阿柴阿宝有没有被谋杀？没有啊。啊。好险，活得好好的。妈妈，你好乖哦！太棒了。阿奴挑战最高在家纪录，6天了。阿奴，你这样一个人在家6天，太猛了吧！就在家顾家，顾成这样子。哇，顾家顾成这样。哦，顾家哦，哦，顾家顾成这样哦。弄画画，开心哦。安安哦，安安哦。我就爱你爸爸，哎呦。哇，开心哦。爱你爸爸，等一下给你吃肉泥，好不好？好啦。那我们今天快点 vlog 就到这边喽。到这边哦，我们还要去到垃圾收包裹。对，我们明天见喽。明天见，拜。拜。Hello， 我们的影片到这边结束了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有追踪我们的 IG。拜拜。拜拜。要这样？没有啊。